唉，我家门口捷运站快盖好了，那个房东说下个月要涨我房租。早就叫你不要把钱都砸在股票上，买自己的房子不就 OK 了吗？也是，你房子都买两间了吧？还是当房东好。当然啦、啊。嘿，那你呢？你有房子了没？有啊，我有八间了。哇，其实我两间都还可以住了。哎哇塞，那不赚翻了？对啊。而且是我跟他们一起动手盖的。